修车呢，还是买鞋子呢？小林，爸爸回来了，快来看看你的新球鞋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捡的哦，虽然一大一小，可是是全新的。小迪，小迪，啊！我在衣柜里面呢。老爸，这盘棋已经下了3个月了，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。还有，我刚把它修好，我们可以一边下棋一边玩陀螺，看谁的技术比较好。哎，敢不敢跟我比乒乓球啊？我今天看书学会了怎么发旋转球。还有，你没看到爸爸在流鼻血吗？哦，对，先止血，然后给你放水洗澡，然后下棋，止血，再泡个舒舒服服的澡，然后杀了个片甲不留。搞定了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。又泡汤了。小迪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来啦！出发！耶！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你迟到。老爸，早叫你买辆新的了。你买买买，你以为要什么就买什么吗？我们虽然穷，但是要穷得有志气。记得要不偷不抢，不浪费不撒谎，做个光明正大的人。在学校要好好读书，好吧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，拿奖学金就更好了。耶！就送到这里，不然同学看到爸爸会笑你的。爸爸，好了，自己上学了。走了，再不走就要迟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主任早。早，很整齐啊。曹主任早。早。咦，造型可以啊。哎，周小迪，你不知道本校的校规吗？是不允许湿淋淋的进学校的。曹主任，你给我。其实湿呢是会干的，但是脏兮兮呢。小迪，袁老师，袁老师早。小迪，全班同学只有你一个人不去环保旅行，为什么呢？爸爸说我们已经去过，不用再去了。我们还没有决定目的地呢，你爸爸怎么能说去过了呢？其实我明白了，改天我去家庭访问跟你爸爸谈谈。老师上课去了。到我家。周小迪，下次也要考100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耶，100分。
考得太差了，100分。周小迪 ，Good job。Thank you。耶！又不及格。周小迪。100分！耶耶耶耶耶耶耶！91分，我拿了91分。嗯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好鞋踢好球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。周小迪，你站出来！我叫你站出来！开球！小笨女，看看我的厉害吧！吃什么呀？鱼骨菜饭。这样营养不够，我冲杯牛奶给你喝。谢谢你呀，美娇，你今天吃什么？我妈妈说我太胖了，只许吃一个粽子。报纸上说粽子高盐、高脂、高胆固醇，少吃为妙，但不吃又浪费。大家同学一场，不如就用我的高纤低脂还有欧米伽三的饭盒来跟你交换吧。可是我怕伤到你的肠胃。我身体好，不怕不怕。太感激你了。小事小事，合作挂齿。哇，暴龙！交易还没完成呢。我今天午饭没了。各位同学听着，看我这里。能够成为我的同学，实在是你们一生的荣幸。等一下，你们便是全世界第一批亲眼目睹本世纪最伟大玩具的人，就是我爸爸新发明的超智能电子宠物长江一号。哇，好酷啊！快把玩具收起来。想玩玩吗？看你点头点得那么有诚意，姑且给你一次机会。只要你拿出一件不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玩具跟我交换，我便给你玩玩长江一号。小迪，爸爸，你怎么跑到工地来了呢？这里不安全。我想爸爸。我也想小迪呀。今天在学校里开心吗？我开心。爸爸呢？今天工作辛苦吗？不辛苦。走，回家吃牛排。不会又是烤酱油馒头吧？是素牛排才对。你能肯定你拍到的是 UFO 吗？那你又怎么解释你拍到的 UFO 和您的帽子那么相似呢？
巧合。巧合？巧合。嗯，那您的帽子是在哪儿买的？在哪儿买的，我不太方便说。总之很贵的。你不怕观众误会，你拍到的 UFO 就是你的帽子吗？我是不会回答任何假设性的问题的。这两个太牛了。小迪，啊，袁老师。啊，袁老师。小迪，你为什么蹲在地上看电视？袁老师，你好。周先生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啊。哎，是啊，其实呢，是因为家里面的电视太大了，演员的脸看起来很恐怖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出来走一走，找小一点的电视来看。爸爸，你不是教我不可以说谎的吗？哎，小迪呀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现在先到玩具部去挑一个玩具，好吧 ？Yes， 愿望成真了。袁老师，刚才我说了谎，其实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电视机，对不起。周先生为人敦厚朴实，是孩子的好榜样，那是看一辈子电视也学不来的。老师，你太夸奖我了吗？对了，您现在要去哪里呀？我刚刚练完跆拳道，随便逛逛。跆拳道？阿斗，袁老师，一个人啊？啊，曹主任，我正好要去美容院，我还有优惠券，二人同行，一人免费。袁老师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呀？哇，美容院太夸张了吧！不去美容院也没关系的，我还有电影优惠券、超市优惠券、博物馆优惠券、环保展览优惠券。哎，我们不是快要举行环保旅行了吗？一起去搜集资料怎么样？也好啊，周先生，那我跟曹准一起走了。其实我以前也练过如来神掌，真是一对金童玉女。小女子如花，不知这位有缘人尊姓大名啊？小好小好，发现可疑人。玩够了，可以回家了吧？谢谢爸爸。为什么要谢爸爸？刚才你不是说我可以挑件玩具的吗？对呀，是挑，又不是买。你赖皮，哼！是你没听清楚啊，又不是我的错。走了。求求你，最后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要你给我买玩具了。我没钱怎么买？快走了。啊！五号六。小迪，爸带你去吃牛排，真的牛排哦。骗人！把你从手拿开，说话不算话。会不会有人一不小心把长江一号扔掉？我应该没那么好运，都烂成这个样子，想补也补不好了。喂，快点把它拿着！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飞碟呢？应该是停在那儿。只要抓到外星人，就可以把它拿去卖掉。就算你真的抓到外星人，国家也不会出钱买它呀。你个笨蛋，谁说要卖给国家的？卖给酒家吗？我不要把你
笨蛋呢。嗯，这是送给你的，哼！你骗人，我不跟你说话。哎，你知道爸爸没钱啊？我只知道你骗我，让我在我最喜欢的玩具面前出丑。今天晚上我要加夜班，自己早点起床上学啊。哼！嗯，怪里怪气，什么球啊？不是球，是比长江一号更厉害的长江七号。长江七号。哦，你已经跟我说话，你失败了。记得早点起床啊。这东西怎么可能是玩具？是足球吧？嘿，咦，难道不是足球，是篮球？哎，哎呦！哎，怎么长出个棒棒糖来？哈，我知道你是什么球了，你是棒球，我打。嘿，啊！卡奇是你的名字吗？老鸡老鸡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老爸说你是长江七号。长江七号。嗯，太难念了，简单点，七仔。七仔。小迪。七迪。小迪。七小迪。哇，小迪。七小七。啊，还是别叫了。爸爸上班去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。这个呢，你能猜得出他是谁吗？小迪。哇，终于叫出我的名字啦！肚子饿了吧？可家里只剩下一个苹果了。苹果，你要不要吃？我让给你吃。哇，哦，真好吃，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那么新鲜。你还能做其他吃的吗？小鸡小鸡。啊，这机器能制造冰淇淋吗？来吧。吃啊！你怎么做出来的？你想吃死我啊？还是送个电视机让爸爸高兴高兴吧！哎，老鼠年，别老鼠，嗯，这么小怎么看？电视机要大一点才好看嘛！啊！
气死我了！还是手里电风扇吧，我快热死了。像这个样子啊，可以转得很快很快，然后就有风跑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哇！开灯。你知道直升机不用那么大的风，你要给人家不同等级的风力，懂不懂啊？试试看。啊，好爽啊！如果有一张弹簧床，老爸一定爽的。耶！笨蛋，棺材是用来装死人的，我要你变的是弹簧床。好硬啊，弹簧呢？小白痴，弹簧不是在床底，是放在床中。今天考试不能迟到啊。七仔，你看这个啊，叫自行车，用脚踩踏板，两个轮子就会前进，你懂不懂啊？小白痴，这样的车子能走吗？神通广大，你法力无边，接下来的英文考试我从来没有及格过，这次要是一不小心及格了，我相信老爸你会乐翻了，我求求你啊。拜托拜托，最后一次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。你不会要我把它整个吐掉吧？小迪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嘴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刚刚拔了牙，医生说要好好保护。看你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要不然过两天再考口试吧。不，我很好，没事。现在马上开始吧。好，那开始吧。How are you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小迪，我们考的是英语绘画，不是日语绘画呀。아니야하세요，也不是韩语。大爷，帮助我的，我们要去看看，是不是让我能好啊？我的，我真的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等一下考社会科学，如果再拿零蛋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我要吃下这研究报纸所有的东西，你看怎么办？要是人生有没有更好呢？耶！你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？
考试我一定能拿100分，超好吃的。好好温习功课吧。哼，谁说的？我可是一肚子墨水呢。小迪，你怎么了？哎呦喂！哈哈，那恶心谢红了。三二三四。厕所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我完蛋了。嗯，气死我了！我要你弥补我心灵的创伤。听着，你一定要把我在体育课上耀武扬威，给我一双能够上天入地的超级无敌球鞋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球鞋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跳高记录乃是老师在本校就读时所创。光阴似箭，20年来还没有学生能够打破这伟大的记录。哼，放弃吧。这个记录也是鄙人当年所创，光阴似箭，20年来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大家一起上吧。好，大家一起上。急了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哇，太酷了！预备，冠军宝贝是我的。哼，别做梦了。快跑！为什么他停不下来了？难道是坏了吗？周小迪，你已经赢了，快停下来。小迪，爸爸来接你，不要跑了。小迪，别跑了，小迪。爸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就赶快停下来，别再跑了。球鞋坏了，停不了啊！快叫七仔来救我。七仔？谁是七仔？
袁老师，谢谢你啊。其实我刚才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不，我要说的是，老师对小迪一直照顾得很周到。周先生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嗯。哎呀！差一点就踩到你了，以后看清楚再跳出来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吓到你没有？没事。那我们走吧。哦。够了，不要跑了，停啊！快停，停下来！起来了，跑累了吧？来喝碗鸡汤补一补啊。鸡汤？是啊，有只自来鸡跑到我们家里来了。来吃！它不是鸡啊，那是什么？看上去似不像，会咬人吗？它就是你捡来的长江七号啊！长江七号？对，那个球啊！真的？它很厉害的，能把坏苹果变好，它还会修理电风扇。我那双神奇的球鞋就是它制造的。瞎掰！一只鸡怎么可能会修理电风扇呢？厉害，这个家伙的材料很高科技，这个世界上那是无奇不有。所以啊，要多读书多看报是有用的。有个笨蛋说把它卖到酒家可以卖个好价钱呢。你休想，鸡仔是我的好朋友，不可以卖。哎呀，跟你开个玩笑呢。爸爸。嗯。爸爸。你看他叫你爸爸。那我又多个儿子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可以把破屋变成豪宅吗？这个是立体投影吗？我来了！不管你的房子多大，也只能睡一张床。早上班呢？准时上班有问题吗？你动作比别人慢，就应该比别人更早上班，你懂不懂啊？我懂，我懂。怎么不服气啊？不服气滚！服气，服气。大白先生，哼，自己都吃不饱还养狗？他们都是我的儿子，不是狗。先搬完才准收工，不然你休想领到钱。不会吧？看来今天晚上又没觉睡了。爸爸真的好辛苦啊。七仔，你想想有什么法宝可以帮爸爸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们来帮你吧。你们两个人帮什么忙啊？别给我添乱就行了，快回家。七仔他有办法。爸爸，这是一部活体复印机，只要……哎，拜托，没看到我在流鼻血吗？哎。七仔，你种个大玉米出来干嘛？哇，好
好多老爸。七仔，你怎么布置这么多粑粑出来帮我？这跟作弊差不多。工头是信任我才让我加班的，这样我得。七仔说，虽然复制的是粑粑，可是粑粑是粑粑，跟复制的不一样，不算作弊。那好，我也要努力工作了。粑粑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！啊啊！喂喂喂！喂喂喂！哎！七仔帮我做了很多复制人。七仔好棒！小弟真是太可爱，小弟真的可爱可爱。今天爸爸效率高呢，明天老板一定夸呢。今天爸爸效率高呢，明天老板一定夸呢。小弟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去干活？人太多了，我们没事情做，陪你忙。哼哼，计划失错，给他呀！小林，你醒不醒啊？咱们再来。搞什么？没看见我都挂彩了吗？放风筝好不好？到上班想偷东西啊？不是，昨天你不是说没有搬完不让我走吗？我就拼命的搬了一个晚上，总算是搞定了，全都搞定了。嗯，搞什么鬼啊？你一个人干好的？一个人，应该也算是一个人吧。老板这次一定会夸奖爸爸的。你被开除了。啊，为什么？楼都盖好还有什么事给你做呀？我都没工开了。哎，七仔，为什么你的法宝每次都帮倒忙？爸爸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爸爸，所以我常教你啊，要靠自己。我们虽然穷啊，但是哎呀，小迪，这里的空气好脏啊。对了，七仔，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制造吗？那你就做一个超大的空气净化器出来，怎么样啊？小迪，你看看你头上长出什么东西来了？你还笑我？看看你自己。袁老师，对不起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哈。周先生，我没事。周先生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没事。我真的太没有用了，对不起啊。
周先生，那个水桶是干什么用的？哦，那是我自制的太阳能热水器，也不是什么高科技，只是白天呢，太阳晒着石头发烫，洗澡的时候就把石头丢进水里，就有热水洗澡了。哼，想不到周先生还是个环保主义者。是啊，没错，其实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穷光蛋。一个人供小迪读书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可是只要小迪努力读书，做一个有志气的人，就算再辛苦我也不怕。啊，对了，下个星期五学校举行环保旅行，提醒小迪那天不用穿校服。旅行？我学校赞助，全部都免费的。哦，是吗？那就麻烦老师多多照顾小迪了。那是一定的，我还要到其他同学家去。再见了。好，再见。谢谢老师到我们家来，老师辛苦了。是挺辛苦的。再见。爸爸，你猜七彩藏在哪里？肚子。哇，你超厉害的。年轻人。你有什么心事啊？刚才袁老师到我们家来，我真的太丢脸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补偿。你说什么？好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就让老夫帮你吧。施主，这双玻璃鞋可以让你变成十分钟的绝世帅哥。绝世帅哥？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我帅吗？帅毙了。你是？太夸张了吧！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？小女子如花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小女子如花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袁老师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是我撞到你了吗？袁老师，我是小迪，别难怪我，一定是我太帅了。谁？我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。我根本不认识你，道什么歉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走了。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袁老师，请等一下。难道你没注意到我特地打扮了来向你道歉？什么打扮啊？原来一直捉弄我的人是你，太过分了。周先生。袁老师。周先生，你用不着为我打扮，做你自己就可以了。挑战我，还有我。
最新玩具机械神枪手，一定比长江一号更厉害。我今天要你输的心服口服，有本事就来。开始。玩具隐形战斗机，你在哪？还有谁敢来挑战我？还有我和我的长江七号，我就是个破娃娃，我压扁你！加油啊！再加油啊！这就叫恶有恶报。七仔，表演时间开始。跳舞吧。啊！跳得不错。还有更特别的表演吗？我一下子也想不出来，七仔最拿手的是什么？七仔又不会说话，怎么唱歌呢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大家请排队，别急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不是买的，是老爸在垃圾堆里捡的。我不信，再不说我就去报告曹主任，说你男扮女装。啊，是老爸在昆仑山顶的杂货店买的。长江七号，听清楚没有？长江七号啊！七仔到哪儿去了？哎，找到你了！卡兹卡兹，长江七号是我的，快点放开七仔，快放手啊！七仔，放开他！美娇，我放。走啊！哎，儿子，走开啊！爸爸现在没空，你去跟季姐爸爸玩。不要三代爸爸，也差不了多少，就差两条腿。我不要。别吵，爸爸这次试验成功了，就可以掌握整个世界。我不要。
世界，我只要七仔。七仔是谁？七仔是地球上最厉害的玩具啊。我给你钱，你自己去买。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七仔，已经被周小蝶买走了。爸爸怎么办？傻瓜，世界上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。真的吗？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一起见证这伟大时刻吧。哇，唉，看来这个实验我注定要失败。不，爸爸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爸爸加油。哎，小白，你写信给袁老师啊？不是，你有事跟他说，告诉我嘛，我转告他就可以了，不用写信那么麻烦。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懂什么？哈，我懂，你喜欢袁老师吗？我就是一只普通小狗嘛，要买吗？谁说我要卖我的七仔？我不管，我要七仔，你一定要卖给我，你一定要卖给我。不卖。5亿。至于5亿嘛，可以考虑考虑。还用考虑吗？住洋房，开跑车，环游世界，大吃大喝。看看你这狗窝，用我的钱让小迪过上一些幸福的生活。你做牛做马不就是为了小迪吗？至于七仔，但他都一定会爱他的。这绝对是你赢我赢，七仔赢，小迪赢，但他都赢， w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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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5赢局面。5赢？哎，七仔别误会，我也只是考虑。七仔不要哭。七仔。七仔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哎呀！快快，你躲一下！七仔，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七仔，你替我分析一下吧。我早说钱是万能的了。爸爸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把钱给他送过去。小迪，小迪，你在哪儿？小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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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爸爸，看到这些钱，你心里很开心吗？不开心。那为什么要把它卖掉？我哪有啊！我从来没答应要把七仔卖掉。真的？那我们去把它救回来。这只狗也没什么，跟爸爸改造 DNA 的三眼鱼跟泰极鸟相差太远了。谁说的？七仔能变很多法宝，比爸爸更厉害。胡说，谁能比爸爸更厉害？七仔，我姑，快快点！爸爸，你快点！好。小宁，把钱撒下去。哎呀。
们没说过要卖七仔。我的狗窝不大，可是比你家温暖。把你的钱拿走。怎么，还嫌不够？再加一点，50亿。哼，回家。嗯。哼，一家子神经病。爸爸，我不管了，你不说钱是换来的吗？这狗有什么好？我不管了。过几天我给你买条鲨鱼啊。起来，快点帮帮我啊！就是啊，七仔加油，咱的澡还没泡完呢，可能快要凉了。哇，这股能量的爆发力真是太大了。欢迎各位同学参加今天的环保旅行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美丽谷，老师小时候啊也常到那里去旅行哦。美丽谷的风光如画，鸟语花香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简直是人间仙境啊！各位同学，垃圾要放进垃圾箱，不要丢在地上哦。知道。同学们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。真可惜，小迪这次没来，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什么事了。怎么睡了这么久啊？半夜三更的，什么事情大吵大闹啊？你看，七仔呢？除了蛋塔头父子俩，还会有谁把七仔抓走呢？我知道。到底是什么构造？哪里产生这么巨大的能量？看来只有中国古法才能验出你是什么物质。拿针来。袁老师，这里真的是美丽谷吗？石碑跟相片一样，没有变啊。哎，上游那边是不是有东西在动啊？为什么河水全是灰色的？好可怕呀！是不是上游受到污染了？袁老师，我觉得呼吸有点困难。我爸爸的实验室就在附近，要不然我们到那里去玩好不好？也好，不过我们先要到上游去，看看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到底是不是污染的源头。谁找我？原来是有钱都不要的大笨蛋。我知道是你抓走了七仔。哼，我正在进行一项改变世界的实验，没空跟你瞎扯。不是，能源突然失控，你快过来看一下吧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一定是他抓走七仔的。老爸，刚才是不是地震了？不会吧！好大的长江一号啊！我们可不可以啊？拜托。七仔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你还有心情玩呢？哎，奇怪，怎么一个保安都没有？我才碰了一下而已。小迪，快走！小迪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爸爸呢？我也没事。快，往那边走。我没事，你前面有道门，快进去。老爸，快过来。老爸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吃完麻药克没事，但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只眼睛在看着我们。我也觉得。
原来全都是玩具。哎，这里不是去了长江一号的弹夹科研中心吗？哎，哼，两个坏蛋，一大一小。不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我爸爸啊！我要去找爸爸。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找你爸爸。告诉曹主任，如果有危险就开车。会有危险吗？不会吧。啊，你饶了我。这里发生意外了吗？大概是。儿子。哼。儿子。蛋先生，你知道你的科研中心把下游的河谷都污染了吗？哎呀！周先生。谁是你的朋友？你们怎么去旅行吗？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？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？是不是你抓西仔？谁抓西仔？谁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谁是？啊！我们上去找爸爸问个清楚，好不好？好。嗯，有什么问题问我呀？停啊停啊，够了，我不需要你的能量了，求求你停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整栋大楼都要倒了。啊！喂！尊贵的客户，大地移动通信现正提供一个全新的手机优惠。命都没了，还换什么手机？是吗？那我帮您转到大地人寿保险的热线电话。为什么我那么笨？为什么我那么贪心呢？你的科研中心已经把下游的河谷全都污染了，我所有的心血都没了。不，爸爸，你还有我，这里很危险，我们快走，走啊，啊，走啊！你们先走，我跟小弟他们马上就来。好的。这是七仔，我的另一个儿子。嗯，外星小老婆。啊！我走。我等、嗯，我等，袁老师，我等，我等，袁老师，我，你赶快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口。好的。出口，出口，来，出口，出口，出口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出口，出口。如果我们可以缩小十倍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挤出去了。出口，你醒了。出口，出口，出口，出口。哎呀！难道这是一把放大缩小枪？可是如果我们全部缩小逃到门外，那谁把我们放大还原啊？嗯，我有一个办法。首先我拿着枪把你们和七仔缩小，等你们走到门外，再隔着门缝把你们放大，然后你们拿着枪把我缩小，等我出来以后再把我放大还原。耶！没想到这世上我最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心里。
好，要放大了，一、二。不会吧？哇，好可爱啊！想回去找爸爸。好，我们一起回去。爸爸，快，我们就快到出口了。哎，快，我撑不了多久了。快点逃出来呀！太迟了。为什么我那么讨厌你，还要救我？爸爸保护孩子是不需要理由的。爸爸！爸爸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你们都没事啊！来来来，快把你们放大！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。袁老师，快点把爸爸缩小，放他出来吧。好像不太可能了，缩小键已经被压坏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不是讨厌爸爸的粗手？不，爸爸的手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手。你们快点走啊！不，我一定要跟爸爸一起走。袁老师，求求你带小弟走，拜托你，快点走。小弟，听爸爸的话，我们走。爸爸，我以后会听你的话，不偷，不抢，不浪费，不打架，不撒谎，还有，我会拿到奖学金的。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走。袁老师，希望你将来能多多照顾小弟。不可以！
想不到袁老师你的跆拳道这么厉害。可惜也不能带大家离开这里。爸爸快看，七仔醒了。七仔你醒了。袁老师，那些黑烟会不会有毒啊？不但有毒，而且附近的城市全都已经被污染了。难道就没有人能阻止他吗？已经太晚了，再继续下去，所有的生命都将受到威胁。七仔，你去哪里呀？小迪。七仔，原来你会说话。再见了。为什么要再见？这些年来，我总算没有辜负老爸的期望，不但考到奖学金，还完成了大学的课程。我要谢谢七仔，他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，不是上天入地的自行车和球鞋，
而是坦然面对失败的勇气，以及积极面对成长过程里每一天的挑战。我常常在想，连一个从外星世界来的七仔都能为保护地球而牺牲，住在地球的我们又何尝不能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力呢？环保这条路一点也不难走，关键是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。只要有空，我就会陪七仔晒太阳，希望借着大自然的力量帮他消化身体里的毒素。不管七仔要多久才能醒来，我都会一直守在他身边。严老师，我是袁小迪的爸爸，干嘛叫袁小迪？开饭。但是脏兮兮呢？他戳曹主任的猪头！哼，他们不是我的儿子，都是狗。不。袁老师，快点把爸爸放下啊！知错能改，莫善大焉。善莫大焉，看反了。穿成这样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好看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小女子如花，不知这位有缘人尊姓大名啊。为什么你的裤子拉得那么高呢？谁叫我穿得好看呢？但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只眼睛在看着我们。我也觉得。七仔，你去哪里呀？洗澡。
巾。七仔，长征去海。哎呀，皮肤又过敏了，中午不该吃海鲜的。好痒啊！快吃一粒开瑞坦，快速缓解各种皮肤过敏症状。开瑞坦抗过敏，快用快舒坦。修车呢，还是买鞋子呢？小林，爸爸回来了，快来看看你的新球鞋。我告诉你，不是捡的哦，虽然一大一小，可是是全新的。小迪，小迪，我在衣柜里面呢。老爸，这盘棋已经下了3个月了，今天一定要分出胜负。还有，我刚把它修好，我们可以一边下棋一边玩陀螺，看谁的技术比较好。哎，敢不敢跟我比乒乓球啊？我今天看书学会了怎么发旋转球。还有，你没看到爸爸在流鼻血吗？哦，对，先止血，然后给你放水洗澡，然后下棋，止血，再泡个舒服的澡，然后杀了个片甲不留，搞定了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又泡汤了。小迪，快点，要迟到了！来啦！出发！耶！哎呀，你的轮子！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你迟到。老爸，早叫我你买辆新的。你买买买！你以为要什么就买什么吗？我们虽然穷，但是要穷得有志气。记得要不偷不抢不浪费不撒谎，做个光明正大的人，在学校要好好读书，好吧，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，拿奖学金就更好了。耶！就送到这里，不然同学看到爸爸会笑你的。爸爸，好了，自己上学了。走了，再不走就要迟到了。你别走啊！
曹主任早。早，很整齐啊。曹主任早。早。咦，造型可以啊。哎，周小迪，你不知道本校的校规吗？是不允许湿淋淋的进学校的。嗯，曹主任，你给我。其实湿呢是会干的，但是脏兮兮呢。小迪，嗯，袁老师，袁老师早。小迪，全班同学只有你一个人不去环保旅行，为什么呢？嗯，爸爸说我们已经去过，不用再去了。我们还没有决定目的地呢，你爸爸怎么能说去过了呢？其实，我明白了，改天我去家庭访问，跟你爸爸谈谈。老师上课去了。啊，到我家。周小迪，下次也要考100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耶，100分，100分，考得太差了，100分。周小迪 ，Good job，Thank you， 耶，又不及格。周小迪，100分，耶耶耶耶耶耶耶，91分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好鞋踢好球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。周小迪，你站出来，我叫你站出来。开球！小笨女，看看我的厉害吧！吃什么呀？鱼骨菜饭。这样营养不够，我冲杯牛奶给你喝。谢谢你呀，美娇，你今天吃什么？我妈妈说我太胖了，只许吃一个粽子。报纸上说粽子高盐、高脂、高胆固醇，少吃为妙，但不吃又浪费。大家同学一场，不如就用我的高纤低脂还有欧米伽三的饭盒来跟你交换吧。可是我怕伤到你的肠胃。我身体好，不怕不怕。太感激你了。小事小事，略作挂齿。哇，暴龙，交易还没完成呢。我今天午饭没了。各位同学听着，看我这里。能够成为我的同学，实在是你们一生的荣幸。等一下，你们便是全世界第一批。
亲眼目睹本世纪最伟大玩具的人，就是我爸爸新发明的超智能电子宠物长江一号。哇，好酷啊！快把玩具收起来。想玩玩吗？啊，看你点头点得那么有诚意，姑且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拿出一件不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玩具跟我交换，我便给你玩玩长江一号。小迪，爸爸，你怎么跑到工地来了呢？这里不安全。我想爸爸。我也想小迪呀。今天在学校里开心吗？我开心。爸爸呢？今天工作辛苦吗？不辛苦。走，回家吃牛排。不会又是烤酱油馒头吧？是素牛排才对。你能肯定你拍到的是 UFO 吗？嗯，那你又怎么解释你拍到的 UFO 和您的帽子那么相似呢？巧合。巧合？巧合。嗯，那您的帽子是在哪儿买的？在哪儿买的我不太方便说，总之很贵的。你不怕观众误会你拍到的 UFO 就是你的帽子吗？我是不会回答任何假设性的问题的。这两个太牛了。小迪。啊，袁老师。啊，袁老师。小迪，你为什么正在地上看电视？袁老师你好。周先生你好，好久不见啊。哎，是啊，其实呢是因为家里面的电视太大了，演员的脸看起来很恐怖，所以我们两个就出来走一走，找小一点的电视来看。爸爸，你不是教我不可以说谎的吗？哎，小迪呀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现在先到玩具部去挑一个玩具，好吧 ？Yes， 袁老师真了。袁老师，刚才我说了谎，其实我们家根本就没有电视机，对不起。周先生为人敦厚朴实，是孩子的好榜样，那是看一辈子电视也学不来的。老师，你太夸奖我了吗？对了，您现在要去哪里呀？啊，我刚刚练完跆拳道，随便逛逛。跆拳道。阿斗。袁老师，一个人啊？啊，曹主任。我正好要去美容院，我还有优惠券，二人同行，一人免费。袁老师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呀？哇，美容院太夸张了吧！不去美容院也没关系的，我还有电影优惠券、超市优惠券、博物馆优惠券、环保展览优惠券。哎，我们不是快要举行环保旅行了吗？一起去搜集资料怎么样？也好啊。周先生，那我跟曹主任一起走了。其实我以前也练过如来神掌。真是一对金童玉女。小女子如花，不知这位有缘人尊姓大名啊。三号，三号，发现怪物了。我再变了，好了不起啊！玩够了，可以回家了吧？谢谢爸爸。为什么要谢爸爸？你不是说我可以挑件玩具的吗？对呀，是挑，又不是买。
你赖皮，哼！是你没听清楚啊，又不是我的错。走了。求求你，最后一次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要你给我买玩具了。我没钱怎么买？快走了。啊！5号6号，5号6号。小迪，爸带你去吃牛排，真的牛排哦。骗人！把你粗手拿开，说话不算话。会不会有人一不小心把长江一号扔掉？我应该没那么好运，都烂成这个样子，想补也补不好了。喂，快点把它拿着！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飞碟呢？应该是停在那儿。只要抓到外星人，就可以把它拿去卖掉。就算你真的抓到外星人，国家也不会出钱买它呀。你个笨蛋，谁说要卖给国家的？卖给酒家吗？我不要麻烦你才是笨蛋呢。嗯，这是送给你的。哼，你骗人，我不跟你说话。哎，你知道爸爸没钱啊？我只知道你骗我，让我在我最喜欢的玩具面前出丑。今天晚上我要加夜班，自己早点起床上学啊。哼。嗯，怪里怪气，什么球啊？不是球，是比长江一号更厉害的长江七号。长江七号。哦，你已经跟我说话，你失败了。记得早点起床啊。这东西怎么可能是玩具？是足球吧？嘿，咦，难道不是足球，是篮球？哎，哎呦！哎，怎么长出个棒棒糖来？哈，我知道你是什么球了，你是棒球。我打，嘿，啊！卡奇是你的名字吗？拉吉拉吉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喇叭说你是长江七号。长江七号。太难念了，简单点，七仔，
七仔，小迪，七迪，小迪，七小迪，哇，小迪，七小七，啊，还是别叫了。爸爸上班去了，妈妈，妈妈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。这个呢？你能猜得出他是谁吗？小迪。哇，终于叫出我的名字啦！肚子饿了吧？可家里只剩下一个苹果了。苹果，你要不要吃？我让给你吃。哇，哦，真好吃，好像刚从树上摘下来那么新鲜。你还能做其他吃的吗？小鸡，小鸡。啊，这机器能制造冰淇淋吗？等等。好好吃啊，你怎么做出来的？你想吃死我啊？还是做个电视机让爸爸高兴高兴吧。哎，老鼠年年老鼠吃呀。这么小怎么看？电视机要大一点才好看嘛。啊，气死我了。还是修理电风扇吧，我快热死了。像这个样子啊，可以转得很快很快，然后就有风跑出来，你知不知道？哇，开动。傻瓜，要不叫你制造直升机不用那么大的风，你要给人家不同等级的风力，懂不懂啊？试试看。啊，好爽啊，如果有一张弹簧床，老爸一定爽呆。耶，笨蛋，棺材是用来装死人的，我要你变的是弹簧床。好硬啊，弹簧呢？是，弹簧不是在床底，是放在床中。今天考试不能迟到啊。七仔，你看这个啊，叫自行车，用脚踩踏板，两个人自己会前进，你懂不懂啊？小白痴，这样的车子能走吗？神通广大，你法力无边，接下来的英文考试我从来没有及格过。
这次要是一不小心及格了，我相信老爸一定会乐翻了。我求求你，啊，拜托拜托，最后一次，老爸，求求你了。小迪，你怎么了？你的嘴上是什么东西啊？刚刚拔了牙，医生说要好好保护。看你好像很痛苦的样子，要不然过两天再考口试吧。不，我很好，没事。现在马上开始吧。好，那开始吧。How are you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小迪，我们考的是英语绘画，不是日语绘画呀。안녕하세요，谁哟？也不是韩语。大人，帮助吧，大人，你们要看看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我能好啊，我的，我真的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等一下考社会科学，如果再拿零蛋的话，我就死定了。我要吃下去研究报纸所有的东西，你看怎么办？要是人生有更好的，耶！你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？考试我一定能拿一百分，超好吃的。好好温习功课吧。哼，谁说的？我可是一肚子墨水呢。小迪，你怎么了？喂，哈哈，那恶心疯了！善事，上完厕所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我完蛋了。嗯，气死我了！我要你弥补我心灵的创伤。听着，你一定要帮我在体育课上耀武扬威，给我一双能够上天入地的超级无敌球鞋，你知道吗？嗯。球鞋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跳高记录乃是老师在本校就读时所创，光阴似箭，20年来还没有学生能够打破这伟大的记录。哼，放弃吧。这个记录也是鄙人当年所创，光阴似箭，20年来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你们大家一起上吧。好，大家一起上。好棒啊！
去，我还有一罐。来不及了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。哇，太酷了！预备，冠军宝贝是我的。哼，别做梦了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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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迪好厉害呀！是呀，可是为什么他停不下来呢？为什么他停不下来了？难道是坏了吗？周小迪，你已经赢了，快停下来！小迪，爸爸来接你，不要跑了！小迪，小迪，别跑了，小迪！爸爸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知道错了，就赶快停下来，别再跑了。球鞋坏了，停不了，快叫七仔来救我！七仔，谁是七仔？袁老师，谢谢你啊。其实我刚才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不不不，我要说的是，老师对小迪一直照顾得很周到。周先生别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呀，差一点就踩到你了，以后看清楚再跳出来，知道吗？去吧。吓到你没有？没事。那我们走吧。哦。够了，不要跑了，停啊！快停，停下来！起来了，跑累了吧？来喝碗鸡汤补一补啊。鸡汤？是啊，有只自来鸡跑到我们家里来了。自来鸡，它不是鸡啊，那是什么？看上去似不像，不咬人吗？它就是你捡来的长江七号啊！长江七号？对，那个球啊！真的？它很厉害的，能把坏苹果变好，它还会修理电风扇。我那双神奇的球鞋就是它制造的。瞎掰！一只鸡怎么可能会修理电风扇呢？厉害，这个家伙的材料很高科技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。所以啊，要多读书多看报是有用的。有个笨蛋说把它卖到酒家可以卖个好价钱呢。你休想，七仔是我的好朋友，不可以卖。哎呀，跟你开个玩笑的。爸爸，嗯，爸爸，你看他叫你爸爸。那我又多个儿子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可以把破屋变成豪宅吗？卡叽卡叽。这个是立体投影吗？我来了！不管你的房子多大，也只能睡一张床。
天怎么这么早上班呢？准时上班有问题吗？你动作比别人慢，就应该比别人更早上班，你懂不懂啊？我懂，我懂。怎么不服气啊？不服气滚！服气，服气。大白先生，服气，服气。自己都吃不饱，还养狗？他们都是我的儿子，不是狗。把这些搬完才准收工，不然你休想领到钱。不会吧？看来今天晚上又没觉睡了。爸爸真的好辛苦啊。七仔，你想想有什么法宝可以帮爸爸的？爸爸，我们来帮你吧。你们两个人帮什么忙啊？别跟我添乱就行了，快回家。七仔他有办法。爸爸，这是一部活体复印机，只要……哎，拜托，没看到我在流鼻血吗？喂？哇！哦！哎，七仔，你种个大玉米出来干嘛？哇，好多老爸！七仔，你怎么布置这么多粑粑出来帮我？这跟作弊差不多。工头是信任我才让我加班的，这样不太好。七仔说，虽然复制的是粑粑，可是粑粑是粑粑，跟复制的不一样，不算作弊。那好，我也要努力工作了。粑粑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！我一定会加油！喂喂喂！喂喂喂！嘿！七仔帮我做了很多复制人。七仔好棒，好棒！小弟真是真是真是太可爱。小弟真是可爱，可爱。今天爸爸效率高呢，明天老板一定夸呢。今天爸爸效率高呢，明天老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去干活？人太多了，我们没事情做，陪你忙。哎，哼哼，计划失错。给他！小林，你行不行了？咱们再来。搞什么？没看见我都挂彩了吗？放风筝好不好？谁叫你那么早上班？想偷东西啊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昨天你不是说没有搬完不让我走吗？我就拼命的搬了一个晚上，总算是搞定了。全都搞定了，搞什么鬼啊？你一个人干好的？一个人，应该也算是一个人吧。老板这次一定会夸奖爸爸的。你被开除了啊？为什么？楼都盖好，还有什么事给你做呀？我都没工开了。哎，七仔，为什么你的法宝每次都帮倒忙？爸爸，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爸爸，所以我常教你啊，要靠自己。我们虽然穷啊，但是……哎呀，小迪，这里的空气好脏啊！对了，七仔，你不是什么都可以制造吗？那你就做一个超大的空气净化器出来，怎么样啊？
小迪，你看看你头上长出什么东西来了？你还笑我？看你自己。袁老师，对不起哈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哈。周先生，我没事。周先生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没事。我现在太没有用了，对不起啊。周先生，那个水桶是干什么用的？哦，那是我自制的太阳能热水器，也不是什么高科技，只是白天呢，太阳晒着石头发烫，洗澡的时候就把石头丢进水里，就有热水洗澡了。哼，想不到周先生还是个环保主义者。是啊，没错，其实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穷光蛋。一个人供小迪读书真的很不容易啊。可是只要小迪努力读书，做一个有志气的人，就算再辛苦我也不怕。啊，对了，下个星期五学校举行环保旅行，提醒小迪那天不用穿校服。旅行？我学校赞助，全部都免费的。哦，是吗？那就麻烦老师多多照顾小迪了。那是一定的，我还要到其他同学家去。再见了。好，再见。谢谢老师到我们家来，老师辛苦了。是挺辛苦的。再见，爸爸。你猜七仔藏在哪里？肚子。哇，你超厉害的。年轻人，你有什么心事啊？刚才袁老师到我们家来，我真的太丢脸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补偿。你说什么？好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就让老夫封你吧。施主，这双玻璃鞋可以让你变成十分钟的绝世帅哥。绝世帅哥？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我帅吗？帅毙了。太夸张了吧，你真的认不出来我是谁？小女子如花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小女子如花，请问尊姓大名啊？林老师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是我撞到你了吗？袁老师，我是小迪，别来怪我，一定是我太帅了。谁？
我是专程来跟你道歉的。我根本不认识你，道什么歉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就走了。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岳老师，请等一下。啊？难道你没注意到我特地打扮了来向你道歉？什么打扮啊？嗯。原来一直捉弄我的人是你，太过分了。周先生。袁老师。周先生，你用不着为我打扮，做你自己就可以了。玩具隐形战斗机在哪？还有谁敢来挑战我？还有我和我的长江七号。不就是个破娃娃，我压扁你。加油啊，再加油啊。这就叫恶有恶报。七仔，表演时间开始。跳舞吧。跳得不错。还有更特别的表演吗？我一下子也想不出来七仔最拿手的是什么。七仔又不会说话，怎么唱歌呢？哇，好漂亮啊。大家请排队，别急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不是买的，是老爸在垃圾堆里捡的。我不信，再不说我就去报告曹主任，说你男扮女装。是老爸在昆仑山顶的杂货店买的。长江七号，听清楚没有？长江七号啊！七仔到哪儿去了？找到你了。
我的。快点放开七仔，快放手啊！哎，七仔，放开他！美娇，我放，我放。美娇，你好厉害啊！嗯，不要吓人家嘛。走啊！哎，儿子，走开了。爸现在没空，你去跟鸡姐爸爸玩。不要三代爸爸，也差不了多少，就差两条腿。我不要。别吵，爸爸这次实验成功了，就可以掌握整个世界。我不要整个世界，我只要七仔。七仔是谁？七仔是地球上最厉害的玩具啊！我给你钱，你自己去买。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七仔，已经被周小丁买走了。爸爸怎么办？傻瓜，世界上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。真的吗？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一起见证这伟大时刻吧。哇！唉，看来这个实验我注定要失败。不，爸爸是地球上最聪明的人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爸爸，加油！哎，爸爸，你写信给袁老师了？不不不，不是不是。你有事跟他说，告诉我嘛，我转告他就可以了，不用写信那么麻烦。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懂什么？哈，我懂，你喜欢袁老师吗？我就是一只普通小狗嘛，要买吗？谁说我要卖我的妻子？我不管，我要妻子，你一定要卖给我，你一定要卖给我。不卖。5亿。至于5亿嘛，可以考虑考虑。还用考虑吗？住洋房，开跑车，环游世界，大吃大喝。看看你这狗窝，用我的钱让小迪过上一些幸福的生活。你做牛做马不就是为了小迪吗？至于七仔，但他都一定会爱他的。这绝对是你赢我赢，七仔赢，小迪赢，但他都赢， w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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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5赢局面。哎，七仔别误会，我也只是考虑考虑。七仔不要哭。七仔。七仔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哎呀！快快，你先躲一下。七仔，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七仔，你替我分析一下吧。七仔呢？
我早说钱是万能的了。爸爸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把钱给他送过去。小迪，小迪，你在哪儿？小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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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爸爸，看到这些钱，你心里很开心吗？不开心。那为什么要把它卖掉？我哪有啊！我从来没答应要把七仔卖掉。真的？那我们去把它救回来。这只狗也没什么，跟爸爸改造 DNA 的三眼鱼跟太极鸟相差太远了。谁说的？七仔能变很多法宝，比爸爸更厉害。胡说，谁能比爸爸更厉害？七仔，姑姑，快快点！爸爸，你快点！好，呀！小丁，把钱撒下去。要买七仔，我的狗窝不大，可是比你家温暖。把你的钱拿走。怎么，还嫌不够？再加一点，50亿。哼，回家。嗯。哼，一家子神经病。爸爸，我不管了，你不说钱是万能的吗？这狗有什么好？过几天我给你买条鲨鱼啊。快点帮帮我啊！就是啊，七仔加油！你们的澡还没泡完呢，都快要凉了。哇，这股能量的爆发力真是太大了！欢迎各位同学参加今天的环保旅行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美丽谷，老师小时候啊也常到那里去旅行哦。美丽谷的风光如画，鸟语花香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简直是人间仙境啊！各位同学，垃圾要放进垃圾箱，不要丢在地上哦。知道。同学们，我们到达目的地了。真可惜，小迪这次没来，不知道他家里发生什么事了。怎么睡了这么久啊？半夜三更的，什么事情大吵大闹啊？你看，七仔呢？除了蛋塔头父子俩，还会有谁把七仔抓走呢？我知道。到底是什么构造？哪里产生这么巨大的能量？看来只有中国古法才能验出你是什么物质。拿针来。袁老师，这里真的是美丽谷吗？石碑跟相片一样，没有变啊。哎，
上游那边是不是有东西在动啊？为什么河水全是灰色的？好可怕呀！是不是上游受到污染了？袁老师，我觉得呼吸有点困难。我爸爸的实验室就在附近，要不然我们到那里去玩好不好？也好，不过我们先要到上游去，看看那个稀奇古怪的建筑到底是不是污染的源头。钱都不要的大笨蛋，我知道是你抓走了七仔。哼，我正在进行一项改变世界的实验，没空跟你瞎扯。不是，能源突然失控，你快过来看一下吧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一定是他抓走七仔的。老爸，刚才是不是地震了？不会吧！好大的长江一号啊！我们可不可以来？拜托，七仔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你还有心情玩呢？哎，奇怪，怎么一个保安都没有？我才碰了一下而已。小弟，快走！小弟，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爸爸呢？我也没事。快往那边走。我没事，你前面有道门，快进去。老爸，快过来。老爸，你的手没事吧？希望好像克没事，但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只眼睛在看着我们。我也觉得。原来全都是玩具。不知道长江一号的弹夹科研中心吗？哎，哼，两个坏蛋，一大一小。不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是我爸爸啊！我要去找爸爸，我一定要问个清楚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找你爸爸。告诉曹主任，如果有危险就开车。会有危险吗？不会吧。儿子，蛋先生，你知道你的科研中心把下游的河谷都污染了吗？哎呀！赵先生，他们是我朋友，我不许你们伤害他们。谁是你的朋友？你们怎么去旅行了？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？你们怎么跑到这里来？是不是你抓了七仔？谁抓了七仔？现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谁是？啊！我们上去找爸爸问个清楚，好不好？好。有什么问题问我呀？停啊停啊！够了，我不需要你的能量了。求求你停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整栋大楼都要倒了。啊！喂！尊贵的客户，大地移动通信现正提供一个全新的手机优惠。命都没了，还换什么手机？是吗？那我帮您转到大地人寿保险的热线电话。
么笨？为什么我那么贪心呢？不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七仔，七仔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的科研中心已经把下游的河谷全都污染了。我所有的心血都没了。不，爸爸，你还有我，这里很危险，我们快走，走啊，啊，走啊！你们先走，我跟小弟他们马上就来。好的。这是？这是七仔。我的另一个儿子，外星小老婆。啊！我的老婆，我疼，我疼，袁老师，我疼，我疼，袁老师，我，你赶快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口。好的，出口，出口，来。出口，其实也不是没有出口。如果我们可以缩小十倍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挤出去了。出口，你醒了。出口。难道这是一把放大缩小枪？可是如果我们全部缩小逃到门外，那谁把我们放大还原啊？我有一个办法。首先我拿着枪把你们和七仔缩小，等你们走到门外，再隔着门缝把你们放大，然后你们拿着枪把我缩小，等我出来以后再把我放大还原。耶、没想到这世上我最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心里。好，要放大了，一二，不会吧！哇，好可爱啊！快走啊！为什么跑不动啊？小吉，快！